我们坚持从自身资源禀赋、产业基础、科研条件出发，围绕构建具有龙江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。一方面开展迁区技改行动，抓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、中小型企业数字化赋能等重点工作，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。一季度技改投资增速达到43.9%。一方面打造振兴发展新引擎，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和前瞻布局未来产业。一季度高端装备、航天航空、电子信息等产业产值均实现2位数增长。